杨紫的时尚风格一直备受关注，这次她的穿搭再次展现了她的优雅与舒适感。她选择了一件灰色的针织短袖搭配半身裙，整体造型既清新又不失青春活力。针织衫的翻领设计增添了校园风的气息，而半身裙的褶皱设计则提升了层次感，使得整个造型看起来更加立体。脚下的德训鞋与小白鞋相似，都是非常百搭的选择，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穿着。这样的搭配不仅打破了裙子的单调感，还为整体造型增添了一丝时尚感。总的来说，杨紫的这身造型中规中矩，却完美展现了她的气质和状态，让人不得不赞叹她的颜值和穿搭品味持续上升。